如果真的看不清，就眯起眼睛。如果真的有些累，也不要哭。想要一些温度的盲童，缩在阴暗的角落边，沉默的春和人群，匆忙的脚步。如果真的看不清，就眯起眼睛。其实阿西门的天也并不很蓝，我也是想要温度的盲童，徘徊在传说的边缘，有谁能给我一盏不灭而永恒的灯？就